宿靈繪圖 Prayer Mapping 神非常愛我哋，所以佢要祝福我哋住嘅地方。神嘅愛係帶住拯救、醫治、平安同埋勝利嘅。乜嘢係宿靈繪圖呢？贫穷、仇恨和疾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。属灵绘图可以帮助找出土地被诅咒的原因，或者是属灵根源。祷告可以除去仇敌的诅咒，释放神在这片土地的祝福和应许。属灵绘图的预备，首先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，求问神我们应该为哪一个地方、城市或者国家祷告。然后我们开始搜集信息，绘制地图、历史书籍、新闻、网上资讯，同埋探访当地的居民，都是搜集资讯的好方法。将搜集到的图画、新闻同埋资料等等的展示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祈祷目标了。下一集怎样进行属灵绘图的祷告呢？请你订阅和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啊！